得到消息，怎么着？宇宙他被捕了。赖正伟，你知不知道？昨天晚上我还梦见宇宙。 他跟我说，带了很多东西，说拿不动箱子，让我去码头接他。俊浩，你的心情我完全理解，这件事儿我心里也很难受。请你相信我们，我知道你们这一路走来有多么的不容易。我相信他。 我相信他很快就可以回来。等到他回来，我们就可以一家团聚。这么多年来，我们一家三口都没有好好在一起吃上过一顿饭。等到他回来，一切就会好起来。 现在回去做饭了，等他回来。妈要回来了。 秀秀，你咋了呀？我刚刚都瞎说了，你做菜特别好吃，真的特别好吃。哦，下礼拜我们的比赛举行在体育场，那边有很多座位，到时候你和我妈坐第一排，我给你们展示一下我新学的动作。 你怎么不吃啊？你不是最爱吃了吗？